看我露半个屁股。哎呦！好啊，好啊。我干！好。我好球啊，宇帆！他们这都会一直按，看马克也一直不跑去底角，就一直在四十五度角那边站着。没有，刚刚底角有鱼呢。他是想睡了，是不是？刚底角就有鱼，这样子吧。然后我们就一，我操，麦克小三哦！哇，会很超哦，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麦克乔丹速度好快啊！每次给刚也是给马克，然后他超掉了。麦克乔 Big Mac 攻其不备，三卓布拉克啊，没错，三卓华盛顿。什么？我干，又是这种。我都还没看那个红色追气令，其实蛮牛的。那干那票房还这么好，三小。看也不给，也不给陈伟他妈的呗。烂的啦，就一般鬼啦。你他妈诸多借口拖出去斩了。感恩感恩，羽凡这球打得太好。这不好看呐、啊，蛮鸟的。嗯，还想说他妈打破纪录 ，Gail Garden。我操！我干的。我靠，这场不能呢、欸。这 Michael Jordan 好会抄、哦。Michael Jordan 教 Michael Jackson 跳舞。Michael Jackson 叫 Michael Jordan 啊，三小，这是什么绕口令啊？真的有这个影片啊？出去出去，鱼绕出去。那怎么？没这样没进，你他妈给我！不是啊，刚刚鱼不是就很大的空档，自己没投进。对啊，刚一直卡我那干嘛？投错了，我跑了。不行 ，Michael Jordan 啦！但 Michael Jordan 真的会玩老二。Michael Jordan 玩老二。喂喂，给了啦，先把 Jordan 吸来。Michael Jordan 玩老二。那有没有 Michael 帽啊 ？Michael 帽。我是不是我老爸亲生的、啊？你当然是你老爸亲生的。跟现在砍分值，妈三分都这么准哦！游戏设定就坏了。不要控太久，马克，不要控太久。没进。在找传球的人。哇干！好悲了，他这样也敢投，我都已经往他那边晃一下。有了，行，守住守住，我操！干！
干这个Jordan左手啊！干这个建成真的太猛了吧！雨帆，雨帆。好吧，跑过去，哇！我干，硬来硬来，我跟你打硬，硬扛，硬打硬啊，舒服打舒服，再打再，我干。哎，你怎么不去底角？哎，啊不投啊！我干你，三小时一颗小时也可以。那现在就这么不讲理，好啊。因为这个第一呢，我第一集都打这么激烈，吉拉麦克乔丹又来啦！这个奔跑好快啊！靠背！我操，雨帆这把扛开啊，凶！我靠背，这随便都可以这样投呢。有了，好球，有一个空的，加油加油加油，守住 Michael Mao。 我看 Michael Mao 又来了，我看呢，我捡到了 Michael Mao。 没抄到，让我跑掉啊 ，Michael Mao！ 哎，我抄到了吧？Michael Mao！ Michael Mao 是傻笑。妈，你每一场都有奇怪 slogan 哦。哎、欸，你被放过了，干！第一人，不要在那乱抄球啦！靠，我是被晃掉了，理解功啊！干 ！Michael Mao，Michael Mao，Michael Mao， 麦克贝的爸爸，麦克毛。麦克被盖到啦！底角圆的跟冲啊小啦！哦，麦克帽陈伟不要硬来啊！走了，麦克帽。我们的 Michael Mao 战术成功了，全队只有你懂什么是 Michael Mao 战术。我卡住卡住，他们阿雷又，底角底角，有有我在我在，我守住 Michael Mao 了，他掰了，他跌倒他跌倒了，白痴哦，啊。
靠，他不就站在我那了？我不就在你正前方？哎，哎，哇，就是马克啊，不懂什么叫做 Michael 吗？哎，不行不行。你怎么就有人了？干你上一球还这样麻将马克，你是低能是不是啊？你重演重演给他看哦。你懂？你懂不懂什么是 Michael？Michael 嘛，我记了啦，傻小，瞎看，瞎看。那你就胖胖咯，卡。怎么样？我宰制，我宰制订阅，我宰制订阅，我宰制，干你走嘛，干你老子，干你全家，干啦 ，Michael 吧！干你今天晚上嗑药，很纯哦。这批货很纯哦。可毁呀！我这里啊！我看你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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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凶。马哥被撞到了，赶快先帮他！我干！我跑了，我跑了，我宰制我的位置，我的背上！我的背上！我的背上！你这场的战术到底是要 Michael 吗？还是我的背上？你靠腰！哦、我卡到陈伟了，应该没进吧？哎，我也是，我也是。我靠！好悲哦，就这么乱抢哦。先到了啊，看我怕他传，你还来不及。你讲那个冤，太出来了，对啊。哎呀，我想说要玉，对啊。我操！厉害厉害。我干你老师嘞，这样灌哦！操嘞，这真的是一个投的比一个还要开心呢！收到啦！我操嘞！我操嘞！我操嘞！还好刚刚马克没有往远程那边传。干靠北哦！你每次都在那边讲谢振宇，你传球有什么障碍？干传球率打躲避球、哦。嘿嘿，刚刚想看你，我看你在旁边，我给你的嘛。低能的，太低能的哦！马上被人家他妈来来回回，一秒钟差了几十万上下。我干！哎！啊，看按错了，看错了，看错了，我以为是鱼。你那边手到 Michael 帽手到我，他低下，他。反不带麦就不想跟我们沟通，就自己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知道雨凡每次打一打，突然人不见，你都不跟我们讲。靠背哦，我没开麦啦，干。
等一下，没有人跟你聊天，你打得下去？我靠！我一直在讲话哎，干你！没有人跟你聊天，你打得下去？真的假的？你不觉得你讲话都没人回你吗？靠北！我一直在跟你们喊 Michael Mo 呢。你太好笑了！你知道你跟我们讲话都干你跳绳，这怎么可能啊？我一直在跟你们喊 Michael Mo 呢。好悲，本来我们觉得你是低能。你知道你跟我们讲话讲最多的是什么吗？是你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假的？干那也太值钱了吧！靠背。奇怪，那个中锋为什么要跳？可怜的孩子。我干你啊！怎么掉？直接用掉的、欸、我靠背直接用掉的，我完全没摸到。我干！干你猪吗？干死你！干他脱干！干杯啦！我刚刚一直在自言自语哦、喔，干你、啊、真是低能。等有没有人回你？你听不出来？靠杯！没有，我只听你们一直在喊 Michael Moore 而已啊。接应一下，接应一下，被黏住了。有啦，我没做啊。没有，因为刚刚来不及回来。好球。哎、欸，干！我中锋什么时候跳的？好球！师傅，净算加 N one 四分。啊？嗯？哎呦啊！干这个加紧成竹真棒啊！对吧？不要扑倒哎！我靠！请他吃你臭屌了！哇，硬扣啊！请他吃老二！干是一个礼拜好不好？什么三天？我操！那会谁凶菇呢？干没抽到！走吧走吧，篮板。哇干！在前面的一波流的威力，他们麦克乔丹已经没用了。没错，靠背、哦，我捡到。不可能，我靠腰，靠腰跳一下那个哎、欸。这件事有多奇怪？我走了，我走了。没进，没进。在哪里啊？你在原地旋转，是不是？偷跑啦！喂，不早点，看不讲理啊！我时间也要到啊，让元宝给。干嘛被进球？看他俩是北蓝哦、喔，看这个太好笑了，进球真的太好笑了。嗯，看这是什么智障球啊！刚刚被人家进两分，结果特直接是这种状况。看这个好笑，看笑死我！我知道都啊，服了。干我们连续两场都是二三节出来呢、欸、一波流对啊真的是二三节出来暴走兄弟耶根本就是三角界大蜘蛛守住啦我好球好球！他到底要干嘛？哎、欸、哎、欸，怎么？赖博朗，语言跟马克都冲在控身，这是语言的靠北靠屁事。
有没有？看这个大三角，他们怎么守？靠，要猜错了，你敢？对啊，正常来讲，他们应该不会给电脑或自己上。嗯，没出息。干，他们说专注攻要紧，直接给你放掉啊！看他们开采，开采是没关系，也不传球是什么意思？哎、欸、干，电脑进来了！干，电脑干了！干你他妈！又是你！妈，黑人的命不是命啊！Black is metal. Oh God, 我的火锅。哎，好呀。换个海阔天空。过。羽凡现在外线、内线都有空档啊。记得拉出来啊！拉一个啊！你是丢暗人是？乔丹手太长了。不行，我的电脑。啊！靠背啊！妈的，播一个，哦呦！我都捡到球要投了，干！我都被阴了，靠呗！他给我假投，对对到，他给我假空档。哎、欸，又没有人了。你去抄球了是啥脚？妈，你这你不是在传球路线上抄球？是的，这场应该是大分稳如狗啦。好啊，干两五个人抄一颗球啊，都不要小啊，小死啦！加13.5，求死！这是 Michael Mo 战术哎、欸。没有错，当他们以为我们不进攻的时候，我们出其不意，不给麦克就能打。看今天是不是要重启久违的没输不准睡？我可以啊，但马克等一下一定说我不行，我要先睡。看你每次你都睡着了。看我今天睡到8点多才起来，靠了！没事，打而已。我一般这边可我不行，我睡着。我去了。他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已经买了基金。我要先去了。Get Michael 嘛，干干干你！我被扣爆了，我。是左手比较不容易被盖啊。那他跳的高度比我高太多了，这个就没办法了，除非刚好抓到他那个灌进去的那个点，那个 G 点，那个 H 点 ，H C H， 东京狂热 Tokyo， 我靠，好准，我挡，感觉原地起跳起来了。没有啊，现在那只变电脑都一直被你牵制着，那一切都没人了。对啊。Base Green 好准哦。好准。在防守啊，他们。刚刚我们得出10分。没办法，我们后面。我们基本上少了老谢这个黑洞。防守漏洞，
进攻野黑洞。干前天老谢很闷呢、欸，他最后两场得零分。哎、欸，他操，不是他重点是他都没有投球，有没得分就算，有就投两三球啦，对啊。干两场，然后重点是都要打完结束稳输了嘛，马克在那边说：“我给谢队投一球啊，那没得分。”我有干你在靠背什么？干他两场零分很闷呢、欸。我想说他没投球很闷啊。不是他投个三球干老师，他结束都已经输了，原来这种时候得个两分是有屁用？羞辱他。哎、欸，你要捡垃圾时间的球。他一场连三呐、啊，三呐、啊，一场三投，一场四投、啊、我记得有一场是三投两中，那场四投最后一场、啊。哇，干又升级啦！妈，一场升一级。因为他都对到同一只，就一直锁他，那两场都同一只啊。哇，升级呀、啊！蒙叔不能睡是不是？嗯，傻小，鱼应该不行了吧？哎呦，今天一起来了，是不是？舍命陪。